奴婢刚刚看奶妈给小皇子喂奶，小皇子哭得那个凶啊，一定是在说：“我想复皇啦，我想复皇。”奴婢突然想到，皇上都2日没来兴圣宫看您了，我也是醉了，孩子那么小，除了吃就是睡，懂什么呀？我总觉得是奴婢害了您。要不，我想办法帮您制造一场偶遇吧。 皇上驾到！不用了，自己找上门来了。皇上，您找什么呢？我这儿可真没藏人。每次到你宫中，总觉得少了些什么。朕刚才去了幽兰殿，才发现。 幽兰殿里总是点着各种熏香，而你这里不是卤肉味，就是榴莲味，实在是目不忍视，鼻不忍闻。您说了这么多，就是想告诉我您去江妹妹那儿了，她过得可还好？她面色红润有光泽，朕看见她，心情就舒畅了许多，无需你挂心。秦胜啊，秦胜，你这种低级的手段。 小学生泡妞都不用了，幼稚！你使了什么手段，让赵王答应了娶绿篱？我使手段有什么用啊？当然是我们绿篱聪明大方、美丽动人，赵王才会被绿篱给迷倒了。我不过是做了个顺水人情罢了。他的命就如此重要，让你不惜与朕作对。重要，我保的不仅是条人命，还有我的良心。 良心，你对朕可曾有过良心？且不说良心，你对朕可用过心吗？我这人做事一码归一码，对我好的人，我都会用心回报。你这是说朕对你不好？张鹏鹏，从今日起你。 禁足是吧？我懂。您回吧，禁足这种事儿，我自己办就行。张鹏鹏，终有一日你会后悔的，朕要让你尝尝生不如死的滋味。 这几日都没什么动静，事情想必就这么过去了吧？您还在愁什么呢？你那件事算是过去了，不过这几天啊，我又想明白了另外一件事。什么事儿啊？齐生那天故意说他去了幽兰殿，这就说明他要动张家了，也要动我了，很可能先是废了我皇后的位置，让姜氏来取代我。 娘娘，那天奴婢一直在，没听皇上这么说呀。听话要听里面的意思，不是来听热闹的。这些天我一直没有想出一个扳回局面的好办法，所以心情不美丽了。都是奴婢惹的祸，奴婢也不知道怎么帮您。要不，我把各宫的娘娘们都请过来，陪您聊聊天，解解闷儿。 这或许是个好办法，哎，这时候找女人过来跟我玩玩乐乐，或许还能让我解解闷儿。哎，快去快去，把他们都叫来。嗯，快去快去，都叫来啊！一个都不能少。你看看今天要的这个胭脂，昨儿都买的，真坏。小心，李成。李成辉声音嗲。 王昭训腿长，黄良元胸大。哎呀，陈良娣脸蛋漂亮，真是难以抉择呀。娘娘，您怎么不请大家入座呀？啊，对对对。
姐妹们，坐坐坐。黄良人，坐我边上。还是皇妃身娇体软，全面发展，我最喜欢了。妹妹们，玩这个游戏啊，坐在我这个位置啊，是最不划算的。所以啊，我怎么能让妹妹们吃亏呢？来来来，开始吧，开始吧，游戏开始。啊！早知道就坐在陈妃旁边了，这种好事我怎么能错过呢？占我便宜？谁占你便宜啊？你胸还没我大呢。你的大？你个假胸！不，哼！哎，好了好了，不要吵了，咱们继续继续。好啦，终于轮到你家了。哎，你们俩磨叽来磨叽去，到底亲不亲啊？恶心死了！皇妃，终于要到我了。这段日子啊，我感觉我整个人都不好了，我是思前想后啊，这一切都是我怀了孕之后才开始的。娘娘，女人生了孩子呀，难免会抑郁，这都是正常的呀。女人得产后抑郁我理解，但是我不可能啊。哎呀，我觉得呀，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事业不顺利造成的啊，才会失去了男人的自信，那方面才会出现问题。看来我还是要把我自己的事业给搞起来，这样才能两手都抓，两手都硬。抓？娘娘，你要怎么抓呀？哼，我都已经想好了，我先借着你和赵王的关系把赵王拉过来。嘿嘿，这样我也算吃了一颗定心丸了。赵王？娘娘，赵王他要模样没模样，要钱没钱，要能力没能力，你拉他还不够给自己添麻烦的呢。你可千万别瞧不起赵王啊，我跟你说啊，瘦死的骆驼比马大，好歹人家也是个王爷啊，也有一方的势力。再说要想加速我前进的步伐，越多的势力支持我越好。我为你用了半年的积蓄，漂洋过海的来看你。为了这次相聚，我连见面时的呼吸都曾反复练习。你来干嘛来了？我是不想来的，可是昨天皇祖母问我和绿篱的感情怎么样了，我却答不上话来。他就让我每隔三天来一次，和绿篱培养一下感情，所以我就来了。哎呀，就算你不来，我也正要去找你呢。趁着绿篱出去了，我有件事情要跟你交代一下。又有事情交代我？这个第一呢，绿篱可是我的一块心头肉，把它许配给你，我是100万个不愿意。你要是敢对他不好，小心我不放过你啊。这第二，你要是再跟那个江一月还有什么发展的话，我……哎，娘娘，我对着那个榴莲发誓，我对江映月已经没有了半点私情。少跟我来这套。哥们儿的意思就是，如果你还想跟那个江氏有点什么也没关系，不是不可以，但咱不能让绿篱知道了，免得他伤心啊。哎呦，娘娘，瞧你把我想成什么人了。那你知不知道皇上这段时间又去幽兰殿了？干什么了？瞧瞧你急的，
还说你跟他没有半点私情。嗨，我这是好奇的感情，好奇的感情不是什么儿女私情。皇上去幽兰殿，可是对江映月又有什么想法？怕就是怕你这个前妻快成你弟妹了。我呸，你们这个圈子太乱了，就连我这么开放的人，我现在都已经接受不了了。娘娘可是又和三弟置气了？谁跟他置气啊？是他跑来气我的。哎呀，娘娘，皇上在我们兄弟几个人当中，他的心性城府是最深的，你最好不要得罪的好。就是因为他不好得罪。哎，来来来，喂。还是那句话，就是因为他不好得罪，所以我呢才想拉你入一个联盟。联盟？嗯，都谁呀？有蝙蝠侠杨言。还有美队九王。巨人！感觉不是什么好事儿。能不能加入？给个痛快话。要加入也没问题，因为现在宫里的大帮小派都不带着我玩，你让我加入也是看得起我。只是……你还有什么好指示的？只是从晚江那事件回来以后，皇上做的种种事情足以见他的为人和心性之深，所以娘娘，咱们也不是外人了，我劝您啊，在皇上面前还是恭恭敬敬的，该让就让，这样也方便你日后有一条求生之路可以走。这就是我所说的两条腿走路。你说的我有一点明白了，不过现在要紧的是我得把联盟的人加在一起，咱们见一面。都没有了，你走吧。林巨人，我琉璃，喂，不知皇上命臣弟来所谓何事？云溪战事迫在眉睫，不知九弟认为让哪位将军平定战乱较为妥当？朝中各将领之中值得信任又有远征经验的，当属兵部尚书张放。让皇后的父亲远征，怕是会伤及皇后的感情吧。这杨将军也有经验，而且也是值得信任之人，为何九弟不推荐杨将军呢？这朕只是想看看你们会如何对待此事，对于此事朕早已有了定夺。乔安公公，奴才在。宣旨命杨玉大将军率十万兵马南下平地云溪。是皇上。强公公，你这么着急干嘛去啊？我不过出宫办点事儿。办什么事儿？这都什么呀？这些药小姑娘不能看的。这个药，哎呦，我的小姑奶奶，这可得小心点儿啊。哎，你要这些药有用吗？你个太监，哎呦，我的小姑奶奶，你可就别再伤我了。别动手动脚的。你还别说，我这药啊是卖给宫外的，你可别小瞧这药，这药啊可造福了不少人群呢。呸，说话没个正形，哼。绿林，你别走啊！绿林，你千万别说出去啊！绿林，
九哥吃香蕉。我这个打扮将来一定会火。嗨，本王的这顶绿帽子也一定会火。跟大家隆重介绍一下，赵王，以后就是咱们其中的一员了。相信对赵王大家已经不再陌生了吧。欢迎欢迎，热烈欢迎，欢迎欢迎，热烈欢迎，欢迎欢迎，欢迎欢迎，赵王，咱们 sit down please。 谁什么please？ 走你，快坐。一个扬言就够让我头疼的了，现在二哥又来了，本来一条后腿还能走路，现在两条后腿。哎，小弟，话可不能这么说呀，我自从和江映月分道扬镳以后，现在也算是重新做人了，也算是硬汉一条啊。废话少说，我时间不多，我张家在朝中有三分之一的兵马，齐圣命杨将军带兵南下，还部署了一些散兵分守在北漠和北湖，整个部署没我们张家什么事儿，你们怎么看？明面上讲，杨玉领军南下是最合适的，他的兵就在泰兴，而泰兴位于皖江北岸，离云溪很近。嗯，我觉得这次皇上是趁机想削减九弟的力量。我也这么想的，原本以为齐胜会削减我们张家的兵力，但是齐胜竟然没有这么做啊。可是想不到的是，我父亲早已和九哥还有张家结盟了。哼，我已经让母亲回去传话了，我们以不变应万变，如果齐胜那边再有什么动静，我们就要时刻准备行动，这兴许是个时机。来吃葡萄。干什么？记住我跟你说的，不要入戏太深，两条腿走路。对了，我还没跟你说呢，我这条小命还想要呢，以后我会两条腿走路的。不过依你的暴脾气，在齐胜面前控制情绪恐怕难。韩信能受胯下之辱，我这点算个屁。哎，宝贝儿，我脾气是不是特别不好？是，有一点点。看来这个是个问题哈。我最了解了，这男人啊，遇到再漂亮的女人也受不了她太强悍。哎呀，娘娘，你一直都这么暴躁啊，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唠叨了？我呀，现在是彻底领悟了赵王跟我说的要两条腿走路，现在对我来说最关键的就是讨好齐胜，万一九王那边不成事儿，齐胜念着我的好，还能留我一条小命。娘娘，虽然讨好皇上对您来说很难，可是您总归是想通了。奶奶睡觉吧。哎，不跟我一起睡？娘娘，奴婢睡觉去了。你找朕来有何事相求？我找皇上不一定就要有事儿，我想让皇上看看浩儿。浩儿会做了，一会儿等浩儿醒了，我就让奶妈抱过来给您瞧瞧。他会做什么呢？坐，姿无卧坐 ，sit down， 坐下的坐。哦，那确实是件大事。浩儿以后还会有好多好多这样的人生大事，我希望每次都能有皇上的陪伴，只是不知道皇上是怎么想的。你到底怎么了？我就是想让皇上多陪陪孩子，共享天伦之乐啊。你不会是又变成了另外一个你吧？
皇上，我想认个错就那么难吗？上次绿篱的事情我已经知道错了，以后我再也不会什么事儿都管了。此话当真？正所谓浪子回头金不换，虽然我已经不是浪子了，但我真的回头了，还请皇上能给我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。虽不知你的话里几句是真几句是假，但难得你有此番态度，朕就给你个机会，今日起兴圣宫解禁。谢皇上。娘娘，据可靠消息称有人在大明宫看到了僵尸。僵尸？大明宫？难道这是要把小三扶正了？消息可靠吗？绝对可靠。不行，我要去大明宫走一趟。这事绝对有猫腻。我变成了快快快皇后娘娘，见到皇后娘娘为何不跪？算了，免礼吧。江妹妹为何在这儿？皇后娘娘，奴婢姓苏。姓苏？玛丽苏的苏？江苏的苏？还是苏州的苏？是皇上赐的姓。苏姑娘，你爬得太快了，是不是下个月我都该给你腾地儿了呀？奴婢去哪儿得皇上说了算，奴婢做不了主。妹妹真是口口不离皇上。宝贝儿，现在可是我讨好齐生最关键的时刻，不能让任何人坏了我的好事儿。对他我是下不去那个手，这个光荣的任务就交给你了。我尽情发挥。丽丽啊，你留下来吧，好好的陪陪苏姑娘。是娘娘。江，哦不，苏姑娘是吧？太久总会迷惑，看不到却又好似丢失了魂魄，模糊我定下的原则，清晰的是你轮廓。时光微笑我的被你剥落，靠近你的体温我心跳都活泼，待到你睡熟依然在忐忑，如果你梦里面从没有我，
见你。